我没有一件事情后悔。你的专长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，最让我后悔。你不能假装你是谁。你到底为什么喜欢丑妹？你就不漂亮吗？没有。多久以前就跟你们讲了？有人在听女人讲话吗？没有没有。我哪有代言人？我干嘛？你不知道，因为我不会讲啊。写段子对我来说是需要累积痛苦，我不痛苦我没有办法做事。要问你们笑还是怎样？That's it。